唱吗？你要自己讲一下吗？接唱吗？苏打绿的，你在烦恼什么？那你在烦恼？你在烦恼什么？为什么要选这首烦恼中的歌？因为你们俩看，就最近很多人看的都很多负面情绪啊，然后唱一下这首歌。是怎样？所以他想压垮他们吗？惹我哭是不是？啊，让女人都是感情。啊、哦，是的，好，你自己开始，自己没关系，我们留着，然后走，我让他说，让他唱。谢谢。谢谢。